喂，我改名艾琳，今日艾琳爱到了哪在？才有一个办法，是全世界卡歇在哪块？到哪在咩？大家在？是，就是肺炎。肺炎病还是 COVID-19 是有诶人个病，有伊个杀过几个，所以讲每人看口头贵。即种病，歇在个朋友个情况，其实无情况个病人。更危险个条件是严重，一排开始所以需要开始当甲去位换心危险房，相所以所着个情况是发烧、打咳嗽、筋骨酸痛、甲黏力失效，即个肺炎病是严重危险个表现。毒肺炎十九感染小发世界，丈夫未发些毒事症，后呢开始失败。肺炎十九哦，可能感染全身病，比如心脏病、甲血管疾病、甲癌症病，这样系危险病因素。有哪得了这个病，无退了就你做你无，这么这个人够危险，一心在医药为难。高气大火无药而消为 COVID-19， 有少肺炎病人都是用口腔药、甲空气汤。今年呢，这个病会到全世界着。Droplet， 会对 Droplet 吼，实际会能徛卡、轻卡去个病人，比如伊咳嗽啊。行是拍家底啊，所以人爱晓得了一解病，但人解嘛鼻腔行是吹，未见念念紧一解病，一解病吼是为念去人解手只会人死所被未见，比如一开门啊，行是倒雷的，原来手露出一解病人。COVID-19 的消息哦，来呀、啊，咱听我甲伊解好啊。部分哦，甲只手会去 SARS-CoV-2 的贝塔感染个风险，主要甲湿个体湿哦，都因你会刷了 SARS-CoV-2 点点入去，会提高抓氧气。盐、超难溶水会能摆脱掉 SARS-CoV-2 的贝塔。只看一到肺炎病，会话对孟加的话，拍子甲长嘴嘴会刷了 SARS-CoV-2 的病毒，就偏个红肠头，能吸收甲轻得掉病毒，每困甲一些糖叮叮，因肺里骨穿小炎，或因肩部热，肺内真个感染个风险，甲会再害肺炎病发生，些炎药会做掉。甲会晓为肺炎病，前少年末爱上天津只个 COVID-19 呢，袂艰苦，咱就一个腿。你是爱戴冷水手用纱布，还是用洗手69%？莫客气紧，一面戴到一半面戴都好。爱领带了，然后喽，是爱听。
听艾莉大下，艾莉希望伊家先生有闲了，咱人爱注意身体健康。哎，我叫谁？艾莉爱打，伊要改变也是个心声哦，是爱配 new normal， 再没 new normal 是没改，爱考虑对下，拜拜。